兄弟们，这爱情不就来了吗？那个美女，我刚才好像东西落这儿了。什么东西啊？我刚才路过这儿的时候把魂落这儿了。这些油都没你油。哎，我这可不是一般的油，我这是 I love 油。你一个人在这吃火锅啊？等朋友。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真等朋友？哎呀，你换对象了？小爱就我姐。啊。上次你把包落我车里了。啊，那怎么没叫跑腿呢？正好顺路。啊。不过没想到大冬天也会下雨，把我弄湿了。借淋浴室擦一下。行，这边。哎，你怎么穿我衣服啊？我衣服晾里边了，借你衣服穿一下，不会介意吧？啊。不过放心，干了就走。哦。你一个人住？啊。单身？单身挺久了。对不起啊，姐姐来晚了。啊啊！要是咱们能早点认识，肯定给你介绍了不少姐妹。啊，那现在不晚呢。那弟弟喜欢什么样的？弟弟喜欢姐姐这样的。那姐姐是什么样的？前两天有个女孩追我，然后半夜我拍了她三下，然后呢？她发了两个问号给我，我瞬间就没感觉了。所以没情调的女人呢，狗都不要。那就谢谢弟弟夸奖了。你干嘛？口红有点花了。是吗？你不补补？都这么晚了，我给你看。走了。在这美丽的夜里。